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，我到底应该选我爱的人还是爱我的人结婚？什么狗屁问题，当然选你爱的人结婚。这个问题你好意思问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爱他的话还跟他结婚，那就是耍流氓。我爱他，他不爱我，那我就吃亏了吗？吃什么亏？吃亏，你在菜市场买菜呢，买菜你得选择你自己最爱吃的买呀。年轻人做人不要那么自私，我告诉你，根据科学家的研究，我们国家现在离婚率这么高，先提出离婚的人当中90%是因为结婚时觉得不太满意，不太爱对方，因为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反正不是爱情才觉得不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爱他的话，趁早别结婚，否则你早晚得去娶到小姐，你早晚得离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